9月30日下午，金沙中国最新展览《盛世回归：红物微观澳门当代杰出艺术家展》于金沙艺廊举行开幕式。是次展览由金沙中国主办，澳门美术协会协办，邀请澳门9位资历深厚的当代艺术家，展出121件精美油品及艺术佳作。我哋今次就揾到個共通點咧，就係佢哋都設計過澳門嘅郵票啊！不如將呢9位藝術家都請翻佢出嚟，亦都除咗展示佢哋設計嘅郵票，再加上佢哋自己嘅藝術作品，有121件作品喺度。今次我哋嘅目的除咗係祝願祖國同埋澳門嘅繼續繁榮發展。更重要的，我們希望重讚我們的文化事業。這些畫作和攝影作品有描繪澳門 舊日時光的建築痕跡，也有表現新時代的澳門新面貌，都有相當的代表性。9位藝術家的作品是我們給雙慶的一個賀禮，也是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沉澱和回歸後日新月異的發展的一個寫照。是次展覽展出的視覺藝術作品涵蓋國畫、油畫、水彩、攝影等等。宏物微觀四個字充分體現了9位本地著名的藝術家的方寸天地裡面能夠包含的一些內容。30mm 的郵票以至6米長的作品，不同的面貌去表達對藝術、對澳門的這個感情同埋表達我哋嘅認識。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感謝澳門郵電局從通訊博物館借出嚟嘅珍貴嘅郵票原作。是次參展嘅9位本地藝術家，透過豐富嘅創作，將澳門回歸前後發展嘅光輝歷程活現觀眾眼前。是次展覽從即日起至1月5日，每日上午11時至晚上7時。於澳門四季名匯6樓金沙藝廊免費對外開放。